这个女军官虽然长得漂亮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她手段毒辣，蛇蝎心肠，是出了名的纳粹女魔头。她不仅喜欢针对女人和小孩，还对杀戮的场面喜闻乐见。她是纳粹种族清洗的推手，是集中营俘虏们的噩梦。那么她的手段有多狠毒呢？二战时，德国攻占克罗地亚，在这里建立了30多个集中营，无数当地人民成为了纳粹的奴隶。纳粹留下了男人作为劳动力，女人和孩子被押送到火车站，他们即将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巴尔干奥斯维辛集中营。他们心里知道那里九死一生，没有人愿意前往那里。戴帽子的老头不断祈祷，一听到纳粹军官说不能干活的可以留在这里，他也紧跟着走上前去申请复杂，企图蒙混过关。虽然受到了军官的怀疑，但还是让他留在了这里。他高兴地亲吻着长官的手，圣